班帥車仔地標戰，球迷掛住迪馬提奧啊！嗱，逼科其中兩隊硬撼，車路士主場鬥曼城，兩隊近排咧真係各有各頹啦。曼城就歐聯出局，車仔都係，連領隊都炒埋添。嗱，替工班尼迪斯咧，今場將阿費托復任正選，不過球迷照樣冇情講啊！喺球賽16分鐘嗰陣時大拍手掌，寓意支持以前穿16號波衫嘅迪馬提奧，同埋高舉寫住 Rabba Out 嘅紙牌添。嗱，唔知係咪真係太多負能量啦？兩隊入獄嘅攻勢都唔多，半場無紀錄。下半場兩隊繼續膠着，落住大雨，最後0-0各得一分。車仔已經連續5場聯賽不勝啦，球迷反對嘅聲音應該會更加多。相反，早場嘅修咸頓就第一次保持清白之身，主場2-0贏紐卡素，暫時脫離降班區。